老板，这是什么鸡啊？这是蛋母鸡。蛋母鸡就是放蛋的那个鸡啊，就是这个下蛋的老母鸡。对，这一锅是多少钱？这一锅75。75。对，哇，这一只鸡得有多重啊？一只鸡3斤多吧。3斤多一只鸡，75块钱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排骨。排骨锅。骨头锅多少钱？骨头锅85。85，这里边能有几斤啊？这里边个2斤多。2斤多骨头，你看这多过瘾啊！这都是大骨头锅。2斤多骨头是煮完了2斤多吗？对，煮完的骨头2斤多，85块钱。里边还有这么多蔬菜，这吃完了可以涮菜是吧？我们的菜品都是免费的。免费的菜？对。哦，免费给涮蔬菜。对。就是能吃多少吃多少。能吃多少吃多少。这一锅是几个人吃啊？一锅人几个人都可以。几个人都行啊？10个8个都可以。10个8个就菜管饱。管饱。啊，那10个人吃就一人就8.5块啊？对，10个人吃一个人就8.5块。像我这样不要脸点，我叫100个人也行是吧？可以，只要你不要脸就可以行来了。老板可以的。这是羊肉的。对，这是羊肉。啊，羊肉上面是多少呢？1斤。1斤。1斤羊肉，羊肉锅多少钱？85。85。啊，给来个羊肉锅啊。好嘞。啊，这个是排骨锅。对。排骨锅也是85。然后这边是鸡锅，给你们看看，鸡锅也是85块钱。老板，免费蔬菜就是后面这些吗？这也后20来种菜都是免费吃是吧？有豆腐，有血，哦，还有豆皮儿，哦，还有丸子是吧？哇，这20块钱超过瘾啊！免费吃，几个人都行，有各种蔬菜。哇塞，串菜全免费。啊，每个上面再撒上，这是大蒜和大姜。老板必须要用右手撒吗？我只会使右手。啊，只会用右手。哇，你看老板像天女散花一样，这小感觉多好。哎呀嘞！啊，就是随心所欲，并没有太多要求是吧？是的。只要撒得开心就行。对，怎么开心怎么撒啊。啊，怎么开心怎么撒。啊，就跟种地一样。对。好，看看再撒点什么。哎呀，好，野鹿子是吧？点豆像点豆子一样啊，像点豆子一样。好，撒上大姜。淮北的炭锅鸡，淮北炭锅羊肉，羊肉。好，再加上大葱。哦，大葱也是这么随心所欲。对。啊，只要就撒得开心就行啊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然后只要点一个锅底儿，20多种菜免费吃，能吃多少算多少，就是我摇人，就是10几20个人吃一锅也行啊，只要不，老板说了，只要不要脸就行。好，加上大葱。啊，这个是撒侧面。85。羊肉的85，排骨的85，鸡的是75。老板，我没说错哈。对，85。好，再加上这个香菜。哎呀，香菜也是这么随心所欲。哎，撒的真开心啊，撒的真豪放。哎呀，你看这小感觉。哦，香菜一盆只撒了这么多。啊。老板，列成你这手法得多少年？20多年。20多年才能撒得这么自然是吧？对。你看，那小手法，多潇洒，浑然天成。啊，最上面还得给来个这个万绿丛中一点红。对。这就是来个搭配。加上一点羊柿子。好，这个大哥点份鸡吧，点份鸡。老师，来羊子，好嘞，你看。再炒二斤羊肉。这小手法啊。你看过来了这。啊，还可以单独再加羊肉是吧，老板？可以。单独加羊肉多少钱一斤啊？65。65一斤。如果再加只鸡呢？
原来一斤六十。六十啊啊，单独加只鸡六十，加个羊肉是65一斤。好好好，给我来锅羊肉的啊。好，好来，走起。马上打开。